到底，我今麦过来啊！我今天是不是应该还我？在把你小弟还给你之前，我必须先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你不跟我搞生意，是吧？结果你的小弟阿超，是叫阿超，我没记错吧？他竟然背对着你来跟我买药，是不是扯你后腿？所以，我帮你教训了他。要处理，先处理我了。听啊，太谢。方达。过来接，阿超。到底呢？算我较歹势，我家己细汉做唔到代志，我会拜托你来甲教示。老难的哦。哎呀，都几十年的老兄弟，讲什么歹势啊？说实话，你当人家大哥的不想赚。他们年轻的可想赚的呢，我也帮你和你的小弟们都规划好了，北城和北馆两个角头合并，然后叫你的小弟们在那一片街上每家放药。薛海了，哦，大爹，如果我不照你的意思走，那我的下场不就跟翁春的一样？你也被他活给了对方。别这么搞啊！没有必要把我这个老兄弟逼成是你最可怕的敌人吧。